OK， 部落战开始了。部落战的话，我们打了53颗星，对面也打了53颗星。现在的话，星数一样，那不得行了。那我先把对面一号平了再说，好吧？直接瞄准一号打就完了。OK， 走你。进来的话，看一下这个阵是什么阵？不是这个阵，怎么正正方方的呀？三个单头，这不白给吗？咱们在3点位置点一个投石，12点位置进天女啊，因为上面有两个投石啊。天女的话，把两个投石炮拔了。OK， 这边的话不要着急，慢慢打，不要急，两个龙包把两边舔一下。上面的话点一个气球，然后天使小女王跟上超炸开枪。这边稍微注意的是，里面有个单头啊，咱们点气球，然后扛这个单头的火力。这龙宝在扛后面点了几个气球，扛单头啊，再补一头野猪。哎，不对呀，这个气球没有扛住这个单头啊，女王去顶了，补一瓶狂暴去上。天女的话把这个单头拔了，然后里面有个隐身塔，等一下打小屋的时候，这个隐身塔会激活，然后女王会打左边那个投石啊。不要急啊，踩过飓风打一下，然后隐身塔激活。对，这边就慢慢打，不要慌，好吧？这个还出了一个窟窿，小窟窿。对，天女的话慢慢拔了。咱们的天女的目标是拔掉两个投石加一个大本一样，以及一个那个隐身塔。对，右边的话是一个投石在砸，这个投石的话砸了很多东西了。对面援兵要出来了，补一个超炸看能不能开到。援兵的话补个8年的敌敌位，对面援兵的话是一个冰狗加气球，这边的话被援兵拖住了，咱们再补一瓶狂暴，这个女王有点熬不住了，好吧？因为对面是气球援兵，然后这个狗子炸了，补一个亡灵去杀小狗，这个女王大招被砸出来了，这个天使被锁了第一个隐身，天使的话没保住，有点可惜啊。下面下个蛮王，天使没保住，但是女王把大本爆了也还行。女王的话还能拔掉一个头蛇，上面的直接扑大部队，矿工永王超多闰土直接扑。对面的蛮王在这里补一个猎手跟上，把猎手加这个蜥蜴把那个蛮子杀掉。咱们下面蛮王开个大招，开个墙超炸，然后手动解体那个投石车，大部队往前压，补了一瓶治疗，往前顶了，不要急啊，这个金身掐住了，好吧，看着点，这个隐身塔过完擎天巨作打得有点痛，开个金身直接扛3个连弩了。 OK， 打到这来就没什么操作性了，等咱们的金身过完补一瓶治疗，放那个2个连弩那个位置，好吧，咱们有这么多大部队堆都能给他堆出一个3星出来。 OK， 这边的话我就直接加速一下了，好吧。打到再来的时候，手里还有2瓶冰盾，这两个冰盾就尊重一下他，直接用掉，好吧。然后的话，最后一个建筑，咱们认主戳一下。这一刀的话，咱们也是比较轻松的3星拿下了，好吧，就这样，拜拜，各位。